嗨，哎呀，我的舌头疼。嗨，我是 Amber， 这个是我们马马虎虎故事的第二集。第一集我们说，这个人让画家帮他画一匹马，但是这个画家他想，哎，画一匹马我很累很累。这个画家看到，咦，刚才我画了一只老虎，我画了一只老虎的头，所以这个画家，他在老虎头的下面画了一匹马。这个画家画好了，他把这幅画给这个人。这个人他喜不喜欢这幅画？喜欢还是不喜欢？不喜欢。这个人看这幅画，这什么？什么？这是马吗？这是马还是老虎？马还是老虎？哼，这个人很生气，他走了。这个人走了，为什么他很生气？为什么他很生气？因为这个人觉得这个画家他画画不认真，不认真，所以他很生气，他走了。所以这个人他不要，他不要这幅画，不要这幅画。这个画家他怎么办？他把这幅画扔啦，扔，他把这幅画扔啦。没有，这个画家他觉得，还行还行，这个画还行啊，还行，挺好的。所以这个画家没扔了这幅画，他把这幅画给 Amber。 没有，他没给 Amber， 不要。所以他没把这幅画扔了，他也没把这幅画给 Amber， 他拿这幅画回家了。他把这幅画放在家里，他把这幅画挂在家里。挂那个是挂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挂，我把这个挂在脖子上。挂，我把这个挂在手上，我把这个挂在耳朵，上，挂。所以这个画家他把他的画挂在家里，这个画家他有两个孩子，他有两个儿子，他没有女儿，这个不是我的女儿，这个是我哥哥的女儿。我的哥哥有两个孩子，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。这个画家没有女儿，这个画家有儿子，他有几个儿子？有两个儿子，他的大儿子和小儿子。他的两个儿子都没见过老虎。他们也没见过马，他们不知道，不知道这个是老虎，不知道这个是马，不知道，没见过。见，我们说啊，再见，我走了，我走。他说你去做什么？我去见朋友，我和朋友见面，见。所以他的两个儿子他们以前没见过老虎，也没见过马，他们不知道，这个是老虎，这个是马，这个是什么？不知道，没见过。有一天他的大儿子他看到这幅画，这个大儿子他问爸爸，爸爸，这个是什么？他的爸爸这个画家跟大儿子说，这个是老虎，他的大儿子想，这个是老虎，
啊，我以前没见过老虎，但是现在，我知道了，这个是老虎，所以他的大儿子很开心。几天以后，几天以后，不是一天以后，也不是两天以后，是，六天、七天、八天，六天、七天、八天，不知道几天以后，他的大儿子不在家，大儿子不在家，大儿子出去了，大儿子出去了，大儿子去外面，外面，这个是杯子，杯子的里面。外面，里面，外面，他的大儿子去外面了。他的大儿子看到，有一个人，有一个人和一匹马，一个人和一匹马。他的大儿子想，我的爸爸跟我说，这个是老虎。我知道，这个是老虎，老虎。老虎，老虎，老虎，他很害怕，很害怕，所以他，他把这个老虎，射死了。这个老虎，死了，不是这个老虎死了，不是老虎，这个是一匹马，一匹马。他大儿子以为这个是老虎。大儿子以为这个是老虎，因为他的爸爸告诉他，这个是老虎，但是这个不是老虎，这个是一匹马，所以他的大儿子，这匹马，死了，所以这个人他说，我的马，我的马，我的马，你，这个人，很生气，很生气。你给我钱，给我钱，给我很多很多很多钱。他的大儿子说，什么？这个是马？这个是马吗？我的家里，我的家有一幅画，一幅画，我的爸爸跟我说，这个不是马，这个是老虎。这个人很生气，这个人说，老虎，这个不是老虎，不是老虎，不是老虎，这个是马，是马。他的大儿子跟这个人说，这个是马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给你钱，给你钱。所以他的大儿子给了这个人很多钱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以为这个是老虎，所以他彪。但是这个不是老虎，这个是一匹马，所以这个画家的大儿子给了这个人很多很多很多钱，给你钱。这个画家和他的大儿子他们哭了，哭了，很多很多很多钱，很多钱没有了，我把钱给这个人了。他们哭了，哭了。几天以后，七天、八天、九天，几天以后，七天、八天、九天，几天以后，几天以后，这个画家他的小儿子也去外面了，小儿子也不在家，小儿子也去外面了。他去哪儿了？他没去 KFC， 他去一个山上，他去山上了。他去山上的时候，他看到一只老虎，一只老虎。但是他想，这个是什么？我知道，这个是马。我的家里有一幅画，我的爸爸跟我说，这个是马。好，他想。我想骑马，我想骑马，骑，这个是骑，这个是骑自行车，骑自行车，自行车，这个是车，开车，车，自行车，火车，马车，马车，他想，马，我想骑马，
骑马，骑马。嗯，所以这个画家的小儿子，他跑跑跑跑跑，他跑到老虎那里。这个老虎看到，有一个人，他跑过来了。这个老虎很饿，很饿，老虎很想吃，很想吃东西，他很想吃动物，很想吃动物，很想吃动物，他很想吃肉，吃肉，肉，很想吃肉，我有很多很多肉，这个老虎他很想吃肉，他想吃这个人，这个人，这个老虎，老虎把小儿子吃了，吃了，把，这个是耳机，耳机，我把耳机扔了，扔了，这个是画，我把画扔了，把老虎把小儿子吃了。这个小儿子被老虎吃了，小儿子被老虎吃了。我把这个画扔了，这个画被我扔了，被我扔了，我把这个耳机，这个是耳机，这个是耳朵，耳机，我把这个耳机吃了，这个耳机被我吃了，所以这个老虎把小儿子吃了，这个小儿子被老虎吃了。这个画家哭了，他哭了很长很长很长时间，哭了很长时间。为什么他的小儿子被老虎吃了？因为他跟他的小儿子说，这个是马。他的小儿子以为这个老虎是马，但是这个不是马，这个是老虎。他以为这个是马，以为，但是不对，这个不是马。这个画家他边哭边说，儿子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这个画家把这幅画拿下来，他把这幅画拿下来，他把这幅画吃了，没有，他把这幅画烧了，烧了，用火，火烧了。这个画家把这幅画烧了，他想，以前我画画不认真，我跟我的儿子们说话，我不认真，我说啊老虎，我说啊马，不认真。这个画家想，以后我要认真工作，认真画画，认真画画，不可以马虎，不可以马虎，我要认真，认真，很好，马虎不好。好，这个就是马马虎虎的故事，马虎，马马虎虎，马，老虎，老虎。但是我们说马虎，马马虎虎，马虎不是马虎，也不是马马虎虎，是马虎，马马虎虎，马虎，马马虎虎，等于不认真，不认真，不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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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怎么用马虎，马马虎虎？第一个，这个工作，很重要，很重要，不能马虎，不能马虎，不能马马虎虎。第二个，我说，一加一等于几？他说，一加一等于三，一加二等于五，真的吗？对吗？他说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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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加一不等于三，一加一等于二。他说，我错了，我马虎了，我马虎了。
一加二，不等于五，一加二等于三啊，马虎，太马虎了，不可以，不好，马马虎虎也等于还行还行。比如我说你喜欢做饭吗？我的朋友说还行还行。你做饭做的怎么样？做饭做的好不好？好吗？他说还行还行啊，马马虎虎马马虎虎马马虎虎。